气死我也！眼看就可以打爆那讨厌的冲锋和爆裂战机王，没想到最后结局居然是……我的文妖姬离我而去，文妖姬呀，我的文妖姬！哎呀，文妖姬这只蚊子只会撒娇扭屁股，没一点真本事，被打爆不是迟早的事情吗？王爷别浪费眼泪了。文妖姬好歹也陪了我这么多年，为我出生入死，我怎么能不难过呢？不对，双王爷的心早就被干枯了，怎么可能心疼文妖姬的死活？王爷真是爱护属下呀，不过还是先了解新巨神有多少实力吧。很好，你很了解我呀，马屁精！你说打哪儿啊？听好了，不管这新巨神战机王有多厉害，必须要趁着另外两个还奄奄一息的时候发动自杀式攻击。犯人类的大业，即使需要献身，你也要毫不犹豫，知道吗？王爷别急，一定。人类最怕的就是他们自己，所以最好用人的力量让战机队崩溃，这样一来可以消灭战机队员，二来可以消灭人类。但是要用什么计策好呢？让我好好想想。你最好快点想。是王爷。是。所以在冲锋和爆裂还没有完全修复的这段期间，玄天战机王会全力以赴。虽然玄天战机王的实力我们都知道，但是一个巨神上阵，万一有什么闪失，这机械的爆炸就在一瞬间。哎，你简直是属乌鸦的，而且是一只黑乌鸦。黑乌鸦怎么了？挺酷哦。哎呀，冲锋和爆裂到底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嘛？嘘。我们这么重要的团体，总不能每次都在这儿说事儿吧？是不是像博士说的，找个新地方当基地啊？博士说他最近很忙，等他找也不是办法，要不然咱们自己找。要不我们大家一起找个地方挖隧道吧，你们说呢？找个地方挖隧道倒不难，但钱怎么办呀？免费拯救可以，但水电费什么的总是要钱的吧？还是一块摆地摊吧。大家不要心急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既然知道哪儿要解决，咱们就要用力去解决。只要没失败，代表还在解决当中，绕路走偏没意义。根据我的计划，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先生事，后造谣，满足人类喜欢用谣言攻击的心理，保证就可以给五二重击重大打击了。时来运转了，今天要出这口恶气。王爷，我这兄弟包你满意。王爷好，我是仇恨曲叟。哦，还有什么特殊的能力啊？王爷，仇恨曲叟虽然和仇恨楼姑一样，都有软化的能力，但他的能力远远高于楼姑，不仅能软化一些东西，还能直接利用这儿的炮管插入地下，发动爆炸，让土地变得稀烂呢。来得真好，王爷，黄妖将兄总算做了件聪明事。哦，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根据我对五二重击集团的了解，他们最爱造大楼。既然仇恨曲叟有这样的能力，不如让他把土质软化，让大楼倒塌。我们再利用谣言喷人的理论来修理五二重击，瓦解战机队。哦，这个办法好吗？听起来是不错。不错呀。马仔，你去找个工厂爆了，借机分散战机队注意，助黄妖将一臂之力。遵命，王爷。你干嘛？我这不是助你一臂之力吗？小心点儿，拿着土金娃娃，带着仇恨曲叟去搞定这次完美的行动吧，乌鸦白凤丸。来了来了，土金娃娃来了，保证完美，保证完美。孙妹，你头又怎么了？
最近运气太背了，才被冰雹砸中，刚才扫地的时候又撞到头了。我觉得你呀，这就叫心不在焉，到底小心思在想什么呀？姐，你胡说什么呀？哎，对了，同时间那个超旧分队也出现了，所以我觉得爱舅舅和超旧分队应该是两伙人。哎，我还把照片给拍下来了，你看看。难道真是我误会他们了？笑这么甜，你是去工作的还是去干嘛的呀？啊，姐冤枉啊！天地为证，我真的是很认真的过去工作的。你看我嘴巴虽然在笑，但是我的眼睛啊，满满的都是垃圾，好不好？哎呀，不跟您说了，我们讨厌，我要走了。哎，毕竟是个小女孩啊，不像我。回想爱舅舅铺张浪费吗？你们几个回来干嘛？扫墓啊？梦晴姐，哎，我们是回来拿东西的，东西都拿好了吗？嗯，走了。你看你，就是因为你不老实过活，害得一群无辜，你好意思吗你？这，我为我的不成熟而感到难过，我希望你能够教我如何弥补这些过失，改正这些错误。这有什么好教的？你老实好好交代就行了。对，你说的对，就是我不够老实。我要认真找出怎么也找不到的超级拯救机躲在哪里，让你对我刮目相看。等你找出来再说吧。假惺惺，我知道错了。如果你给我这个机会，别！想什么呢？专心工作。不是，超级拯救机还需要时间。如果我是仇恨怪，一定会趁现在发动攻击。那到底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？我还缺少几个零件，都是一些重要的零件。不过大家放心，大明在尽全力了。可这也不是办法呀，超级拯救机没修好不说，就连超救分队的落脚地也没着落。这个你们就不必担心了，你给我的书我已经看完了，这个我相信不会超过很长的时间，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。快夸我，快夸我。是吗，博士？您太厉害了，先祝贺您。还好。嘘。没错，就是这儿。你们给我尽情的炸，爱怎么炸就怎么炸，给我炸！炸开花！那个方向，那个位置不是五二重机的报废厂房吗？没错，那里也能反人类吗？巨神战机队超救分队全体出动。我们走。一切顺利。继续炸，继续炸，神奇的叉叉虫。住手。啥？住手？住哪只手？这只还是这只？太可恶了，炸太猛了，炸到自己人了。你太搞笑了，连自己人都炸。你叫我住手我就住手，那我多没面子呀。再说我让你们站住，你们有不动吗？当我傻吗？兄弟们，按战术执行，大家为文妖姬报仇，杀！来吧，一起上。就这里啊，你瞅瞅这种像积木一样的盒子有什么好看的，把地球都给弄丑了。
该你大显身手了。总算可以消灭坏人类了，我等了好多年了。来，给你。浑身上下充满了力量，蹦擦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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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我的厉害吧！你们往这儿打，你们守着，你们过来。对，插插插插，打个正，插插插。配合，快集中。大家小心啊，配合作战。我的战术厉害吗？这样打下去绝对撑不下去。有本事你们再打呀。有本事的你别躲在后面，堂堂正正的战斗啊。谁躲了？本将不就站在这里吗？要开打了，小心！什么情况？听着，这儿没仇恨怪，有可能是陷阱声东击西。你们在这儿先困住妖师，务必消灭他。玄天号出动！林静，玄天号。看来蝗虫那成功了，还不是多亏了我。这下树王也该夸我了。蓝色的，你想走？做好梦吧！给我用力插！答应。超旧 transfer。哈基哈基，我是猪，我是熊猫，哈基哈基。主神来了，你们两个去把这些传单给我发了，拿着。去吧。好戏就要开场了。来人，陪我开扁。挠痒痒真舒服，再来几个。这抽的什么风？喂，够了！天下无敌！你个笨蛋，你干什么？我，老大，战机队怎么还不来呀？我都等不及了，我要报仇，报仇！快看，快看，快看！快看，快看！豆子，快看！这是黑心事！快来看，快来看！给我一张，丑八怪，快点呐！哎呀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小心上面！任务完成，大家换个地方玩，送你们些礼物。快闪！可恶！糟糕！老大，战机队还不来，是我太牛了吗？别做梦了，只来了一个。可恶，竟敢偷袭本怪！对付仇恨怪，不需要章法，一天练玄机。不好了，得先闪。出击！好痛啊！好痛啊！妈呀！幸亏我跑得快，吓死宝宝了！气死我了！给我澎湃！我要消灭战机队！
这说出去还得了啊？连打都没打就这个德行，快帮自己削脂吧！盯着我，给我立刻凶起来！最后一发，今天就放你们一马，收工回家。还好吗？我们去支援蓝权卫。好。好。看样子九号巨神该登主场了。偷袭小人，让我踩扁你！超旧 transfer。转移。气死！气死了！我要毁灭这讨厌的人类城市！玄天战机王组合。战完成，玄天战机王在此。巨神出击，走过来，来看吧。玄天闪避，再来，再次闪避。可恶啊！不过如此嘛。破风顶，出击。破风顶！痛快！我现在可是澎湃感十足啊！来送死吧！小伎俩，玄光护盾，展开！还有这玩意儿，竟然被挡住了！玩意儿多的是，玄光炮。发射，尽管使出来吧。玄光炮，我挡。再来。哎呦，怎么会这样？不怕你，见招。今天真是丑爆了。美丑，我要宰了你！让你看看玄天的力量，极动玄风炮，发射！极动玄风炮，那是什么？哎呀，好冰啊！我还没活够呢。小的时候倒霉，澎湃了也就这样。但是被打爆了又可惜。这巨神九号不赖嘛。耶，玄天战机王终于登场了，太好了。照这情况看，爆裂和冲锋都可以放假了。大家都是超九分队，咱们以后啊不分谁厉害谁立功了。对，团结必胜，不给仇恨怪任何机会。巨神必杀，居灭气动炮。真是头疼，算了，收拾回去，下次再来。见光就快逃！我还会回来的。什么？哼，下次绝不放过你。超旧必胜。哎，这么大的一个企业，城墙的大楼也会倒塌？就是啊，真是没想到，太让人失望了。亏我们这么信任他们。是啊。现在外界都在议论纷纷，已经是好了，安静，
你说怎么解释？会长，我们是按照标准严格执行的。严格执行？那楼还会塌？北山会长，当务之急是怎么挽救损失和影响。那你们说怎么办吧。会长，财务问题当然交给审计科管了。对呀、啊、说的没错、就是、你们马上把审计科的孟琴科长叫到我面前来，我现在就要知道损失有多大。下次不准再手下留情，不然你们的仇恨都没得报了。是。不过这次大家干得好，继续前进，要仇恨集团。前进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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